同志们，这是我来咱们独立团召开的第一次党委会。之所以不让军事主官参加，是因为独立团的情况现在已经很严重，党性严重涣散。现在，它已经不是一只插在前沿的尖刀，而是摆在我们阵地上的一枚火药桶。我想。 咱们大伙都扪心自问一下，这还是一支革命的队伍吗？政委，有您说的那么严重吗？我只怕我说的还不够严重，不够引起你们的重视。今天，那个武工队的什么白老，公然向我挑衅，就差开枪了。同志们，这什么？这是公然向组织挑战，已经不是简单的内部矛盾了。 没有人撑腰杆吗？后面一定有后台。同志们，咱们独立团向来是以战斗力强自居，可是不是只要能打仗，就什么人都往队伍里招啊？我们做过一个详细的统计，目前咱们独立团啊，有30%的成员是从其他队伍里招募来的。 这其中有国民党的队伍，有土匪，甚至是伪军。有个叫孟二狗的，在阎锡山韩复渠还有日本人的保安队里都待过。就这样一个兵痞，居然也混到了我们独立团，啊，还当了班长。那他带出什么样的兵来，可想而知。还有一个叫钱家林的，是沙湖口恶霸地主老刀把子的亲闺女。 他的哥哥现在还在日本人的保安队里当队长，残害当地的百姓。这样一个人也进了我们独立团。同志们，我想问一下啊，还有什么样的人是我们不能招的呢？啊？他的家人是汉奸，并不代表他本人也是汉奸。当然，我们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但是我们也不能放过一个坏人。 可问题是，所有这些成分有问题的人，都集中在武工队，这就耐人寻味了。同志们，那武工队还是不是咱们八路军的队伍啊？啊？凭什么调查组一来，他们又出去开会？怎么会这么巧啊？不要小看这些问题啊，同志们。 武工队现在已经成了某些人的私人护院了，不把白朗这些人的修上线打倒，把独立团就没人敢站出来说真话。他的后台也不可能暴露出来，那咱们独立团的军阀主义、自由作风就不可能被根除。白朗黑了，我就不信我治不服他。这是，白朗怎么这么爱回来？政委找他问点情况。 那什么情况？这么晚还不让回来？我哪知道啊？都是组织上的情况呗。我说大个儿，别气我起不来床啊！跟我说实话。说实话就是了解情况。
殺るぞ。横田の石日がじっくりと使ってくれ。あ？连长，把门打开。政委吩咐过不能打开。老子又不是来劫牢的，老子是陪他一块坐牢的。开开。连长，政委一再嘱咐说不能打开，你就别再为难我们了。我问你，你是不是五连的兵？当然是。是不是？是。那门快开开，别那么多讲话。快点。是。去，拿张桌子，两把凳子，坐牢坐牢，没凳子咋坐？是。哎呀，玉米烧啊！老韩，娶媳妇啊你啊，压箱底儿的东西都拿出来了。我是来陪你一块坐牢的。你脑袋被驴踢了吧？老白，嗯，你今天在这儿，都是我害的。那封检举材料也是我递上去的。嗨，啥事儿啊？就这事儿啊，我早知道了。啊？你咋知道的？哎呀，你说，能把武工队员每个人的材料写的这么详细的，除了你韩大个儿，还能有谁？我知道我他妈不是人，我就是恩将仇报的大曹操。老白，你怎么骂我都行，哎，你打我，你让我好受点，行不行？你说你这韩大个现在变得怎么这么磨磨唧唧的，跟个娘们似的？我跟你说啊，我在战场上救你是一码事儿，你写信告我是另外一码事儿。就是现在我该救你还救你，你看我有不顺眼呢，该告我还告我。再说。你信上写的也对，要是你能早点骂我，早点把信递上去，苏政委和那些兄弟们也许就不用死了。老白，要整我，我认。可是要借着我整赵团长，整武工队的兄弟们，那我不依。赵团长说了，有理说理，不许来还他。行，那我就耗上了。我跟你耗到底了，我。白面书生说他能代表党，我呸！党的眼睛睁着亮着呢，早晚会给咱一说法。那什么呢？薛仁贵、岳鹏举，戏文上唱的哪个大英雄没被冤枉过？好，如今我白朗被冤枉了，说明咱也是大英雄啊！指不定哪天咱的事儿也给搬上戏台了呢。哎，我说老白，你哪儿来那么多歪理啊？啊，我跟你说啊，这坛子酒喝完，赶紧回去啊。那不行，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拉倒吧你！你那个呼噜，整得我半个月都没合眼了。我现在挪个地儿，好不容易能睡个囫囵觉了。我太子，お帰りなさいませ。どんなところで作戦するでも、まず山や鎌と神様を付き合いして、彼らのお守りを求めたら、あなたはその。環境と一緒になるんだ。その時どこにいても有利になることだ。大佐、あと何か必要なものは？うん、俺が必要の品物が準備しましたが、羽田君、あなたは俺に10日間の食料と警官庁一丁用意してくれる。警官庁ですか？機関士はいませんか？必要はない。人は多いと。まずまずいですよ。わかりました。大佐、何を言っても必ず気をつけてください。ここの八郎軍は大変ずるいでございます。どれ、
奴らが銃砲のがいいか、それでも人が多いですか。両方ともあります。銃砲の問題は心配しないでください。もし人が多いの話だったら、羽田君、これに三倍の弾を用意してくれる。わかりました。すぐ用意します。照这个样子，把村里所有的枪都卸满。是。报告。什么事？政委，西北抗战分校来了封信，他们在选取战力讨论时，认为独立团的游击战争开展得很出色，希望组织一个慰问团来学习交流经验，问我们是否欢迎。信呢？不行，绝对不行。为什么？赵团长，你不是一向认为独立团的军事工作开展得很出色吗？这里是前线，我们几乎是在鬼子的眼皮底下，敌人随时会反扑，让那么大个慰问团过来太危险了。你这话只说对了一半，应该说我们现在就是在鬼子的眼皮子底下。据最新情报，日军的主力基本上都是在华东华南的各个战区，留在华北战区的基本上是老弱病残，还有新兵。我来晋察冀军区这么久，一个鬼子我也没见到过。那是因为你一直在后方，你没见到并不代表它不存在。赵团长，如果你把这份谨慎用在政治工作上，那独立团就不会像现在这个样子。马电报，随时欢迎慰问团光临指导。我要让人家看看，咱们独立团不仅作战能力强，政治工作一样出色。你是在玩火？出了任何事儿，由我王卫安一个人负全责。马电报。这一块全是敌占区，咱们辛苦的转林子，但是很安全，天黑之前肯定能赶到。辛苦你们了。四个，一个区长，一个警员，两个新分区的战士，死的时候都是头部中枪，一枪毙命，他们根本连枪都没掏得出来。四个敌人啊！不，从弹着点和角度来看，应该是一个人打的。一个人？怎么可能这么准的枪法？通知各营，所有哨位、明哨、暗哨都加双岗。没有我的命令，任何人不准单独外出。是。去，把王政委马上叫团部来。是。政委，你看这样可以吗？不错。其他方面的工作也要抓紧啊，各营各连都要组织学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儿童团一定要学会唱国际歌。等慰问团一到，让他们在村口一站，那咱们革命根据地的这个革命气息啊，一下就出来。是。哎，那边再添两个表演员。
报告。什么事儿啊？没看我这正忙着吗？人命关天的大事啊！政委，你赶紧过去一趟吧。走吧。情况就是这样，我认为马上发报通知总部，取消慰问团的行程。我认为这只是一个偶然事件，不能代表选举。如果说我们出尔反尔，那总部会怎么想？他们会觉得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所以，这段时间加强点警卫工作就可以了。王政委，这次的敌人和以往的完全不一样，敌人隐藏在暗处，我们对敌人的人数、装备完全都不了解。从牺牲的同志伤口看，敌人的枪法非常好。如果这样的敌人还不止一个两个的话，赵志刚同志，你这不是长鬼子的威风，灭咱们自己人的志气吗？我真惊讶，这样的话会从你这个团长嘴里说出来。哦，独立团以前没遇到过敌情吗？以前怎么解决的，现在一样解决。你这是对同志们的生命不负责任。如果慰问团出现什么事情的话，谁也负担不起。我看是你在推卸责任。哦，敌人的枪法好，我们的战士就没有枪法好的吗？一样可以去还击他们。可是目前，我们的作战主力都不在根据地，留下来的人大多还在休养生息。我看你还不如说呀，独立团就白朗一个人枪打得准，那离了他独立团就不赚了。莫名其妙。你说说你，放着好好的热炕不睡，到我这儿干啥来了？陪你说说话，不行啊！我一个人睡得好好的，用你陪啊？就你那高通脾气，两天没人陪你说话，非憋死你！咋进来的？我让大个给我背过来，卸在门口。我还赖这儿不走了。哎，老子这打鬼子受的伤，谁要看我不顺眼，有种给我扔出去！你说说你孙大弟啊，啥时候学会这泼皮无赖这一套了？老子本来想清静两天，现在倒好，还得照顾你这伤员，凭啥呀？哎，就凭你陪老子磕头拜过把子，讹上了。要能打的有啊，都在改造院里头。从昨天下午，改造院又进去了十几个，全是咱们团的老人。你发什么牢骚？调查组也是为了了解情况，调查清楚不就放出来了？连这点觉悟都没有，有啥可查的？成天在一起吃喝拉撒的弟兄，低头不见抬头见，谁脑袋上几根毛都清清楚楚。团长，您说句公道话，他们能有什么问题？这是政治工作，我们不便干预，要避嫌疑。到现在改造院都进去70多个人了，一打仗就说要人，没有。陈学生，你还是个革命军人吗？你刚才说什么？两小时之内，去过调20个枪法好的到厂员集合。团长，恐怕是真凑不齐了，团里剩下的都是些新兵蛋子，连实弹射击都没有做过。矬子里拔将军，尽量找入伍时间长、参战多的，实在不够，到警卫连去调。这是一项特殊的任务，所有的人必须提高警惕，绝对不能轻敌。我们对对手的情况几乎是一无所知，所了解的只是知道我们的对手比我们站在这里的大多数人枪法要好得多，作战经验也要丰富得多。所以我要求每个同志在作战的过程中首先保证自己的人身安全，听清楚了吗？听清楚了。好，大家现在就以三人编为一个战斗小组，每个小组中必须有一个老兵带队，在根据地的东北和西北地区，尤其是在西北丛林地带进行搜索，每人带足3天的干粮。在搜索过程中，一旦遇到敌情，马上鸣枪示警，请求附近的小组前来增援。团长，算上我一个吧。你来干什么？回去养伤去。我的伤已经好了，您看不碍事儿。
韩大个，别在这添乱了，除非你有大夫证明你已经痊愈了，否则哪儿也不准去。团长，你叫我去吧。你看，这竟是当兵没几个月的生瓜蛋子，生撒出去怎么叫人放心呢？我好歹也带带他们。团长，我天天窝在屋里，心里都窝出茧子了，出去还能豁亮点，您就成全我这次吧。报告政委，总部来电，慰问团已从抗大出发，五天后到达根据地，随行的还有一位总部领导。好，太好了，咱们就是要给全监察地的同志们做出一个表率，五天之内一定要把咱们根据地的所有杂志全部过滤干净，让慰问团看到一个中国的巴黎公社，太行山上的延安。栓子，听没听懂枪是从哪边打来的？害怕了？我跟你说，这人要害怕了，战术动作就容易走形。你要是不害怕呀，小鬼子打不上你。看我的，栓子，当兵多长时间了？过了明天整三个月。用不了多久啊，你也是好样的。刚当兵的时候，也尿过裤子。想细，分头跑，啊！听明白了吗？嗯。准备，冲！老朱，没回来。老朱。3年間お前が生きていれば絶対的に優秀な車体になる。残念ながらお前の命が私の生死に不可する。带着伤了，去哪儿了？王政委让他们交代问题，都去了改造院了。啥时候走的了？就你们走的那天。嘿，你干什么？骚人。找谁？
白狼和宋大仙在里面了吧？白狼，武工队的白狼吗？北化还有那个白狼？在，可你们不能进去。王政委有命令，建改造对象一律要王政委的批准。同志，同志，他们身上都有伤，如果不及时换药的话，会很容易感染的。你让我进去跟他们检查一下，行吗？听见没？那也不成。你要么你有事找王政委说去，我们必须执行命令。你个性病蛋子，爷们扛下什么你要干啥了你？让开！让开！快点！你别乱来，好好走。哎，等等等等！你们要是再敢乱闯，我们就不客气了。哎呀，都家伙了，几天没见，你们的账弄哪里？来，二狗，哎哎，同志们，冷静点，把枪都放下，大家都是自己人嘛。我再说一遍，这院子里都是改造犯，没有命令，谁都不许进。白狼，孙大铁，要再误的话，应一声。干什么呀？一大早就把我吵吵醒了，拿着枪干什么？收起来，别走了火。半夜，咱这犯了那么的法呢，凭啥关咱了？关？你们也不看看能关得住我吗？我就是想找个地方清静两天，一惊一乍。白狼，你的伤怎么样了？差不多快好了，结痂了。哎，是不是那个白面书生找茬刁难你？他也配？组织愿意调查呢，就调查，反正是我的错，我认；不是我的错，谁也别想把屎盆子往我头上扣。这不还是共产党的天下吗？共产党绝不会冤枉好人的，就是有个把子人在里边搅屎棍，我还就不信了，他脸大的能遮得了天。行了行了，看也看了，我跟老铁都挺好的。回去吧，以后啊，都听英子的，谁再胡闹，就是给赵团长惹麻烦，我绝不轻饶你们啊！走吧。居然敢持械冲击改造院，这简直是公然向组织挑衅！同志们，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已经不是内部矛盾，而是敌我矛盾了。如果我们再一味的软弱下去，那么敌人就会骑到我们头上了。我不同意，明明是一起出生入死的同志，怎么就说是敌人了？他们只不过是行动过激了点，但动机也是可以理解的。再说白狼最后也没有离开改造院啊。赵团长，都到了这种地步你还在袒护他，我可以告诉你，今天这个会议让你参加就已经很给你面子了，不要执迷不悟。实话讲，你的情况我已经全部向总部做了汇报，至于如何处理，总部很快就会有意见下来。所以这段时间你最好老实一点。撤了我的职我也不怕，到哪儿我都敢说，关在改造院里的不是敌人，而是我们自己的同志，过去是，现在是，永远都是。团长，那天让我去区里开会，催得那么急，是事先安排好的吧？为的就是把我们调开，好把白冷抓起来，是吗？不是，事情出得非常突然，我也没有想到。白冷是您从死人堆里给背出来的。他是什么人您还不知道吗？他这么相信您，您就不能在王政委面前替他说句话？该说的我都说了，这种时候我只能告诉你一点，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你都要相信党，相信组织。那组织上为什么就不能相信白狼？他王政委代表不了组织，他只能代表他个人。团长，我想去看看他，行吗？就我一个人，他的伤口有好长时间都没有换药了。好吧，
怎么样？这屋没了门，敞亮多了吧？哼，哎呀，透风，冷。那就让韩大个再把你背回去。哎，你咋进来的？团长让我来给你们换药的。嗯，来的正好，赶紧。老铁那伤口都结痂了，又破了，快给他看看。别别，政委，还是先给白大侠看吧。你就别推了。别废话。慢点。好了，白浪，该你了。不，我不用，我都好差不多了，真的。好利索了也得瞧，我快趴下。哎，老铁，在这儿，别，别动，趴下。都烂成这样了，你怎么不说呀？你看，你看，我就知道你得来劲。比这重得多的伤我都受得了，这算什么呀？过两天就好了。再这么烂下去就要截肢了，你知不知道？还死撑。哪有你说的那么邪乎啊？我就有时候觉得有点痒痒。别扯了，每天晚上到睡觉的时候疼得直哼哼，比韩大个的呼噜还烦人。去。说实话，我还真没想到。没想到啥？你受了委屈，还能这么。遇见这样的事儿，人怎么想？哎，没等想明白呢，这气儿就消一半；要真想明白了，这气儿自然也就消了。苏政委相信共产党，相信毛主席，那咱也得信呐。你说那姓王的白脸书生，他口口声声说能代表共产党，他也配呀？咱见过共产党，哪是他那样啊？哎呦，你轻点啊！别动，一会儿就好了。同志们，独立团的军阀作风已经根深蒂固，要挽救只能靠我们党委会了。今夜就行动，把所有白天冲击改造院的人隔离审查。慰问团马上就要到了，这种情况绝不能再发生。审查他们有什么理由吗？冲击改造院，这还不够吗？这。在场的战士都说了，那只能算一场误会。我们审查人家，必须要有凭证才行。那毕竟还是自己的同志。正因为我还拿他们当同志，所以才隔离审查。
不然的话，早就把他们清除队伍了。島田さん離れて3日だ。何の通りもない。我々は人連れて訴訟しよう。関東軍どめは全部こういうやつだ。特に島田っていうのは狂ってるやつ。だからお前が見つけてもしょうがねえ。私はただ以前と同じの状況、心配だ。それはもっといかんったらいかんでしょ。万の一なんかあったら、俺たちが責任取るんじゃ。韩连长，你说咱这对手到底是人吗？什么意思啊？不是还成精了？还要真是人，咱都在这儿转了两天了，咋连个脚印都没有？这片老林子里，有年头的猎手都经常陷在里面出不来，他怎么能跟个影子似的，钻树林子里就没了呢？把人给我掐了！快，紧急搜救！兄弟，兄弟！奶奶的！1940年1月到10月，你在什么地方？我不是杨烈，就是去年。去的地方多了，记不清了。你最好都能给我想起来。现在京中的三青会，后又加入了晋绥军。你加入晋绥军是什么时候？5、6月份吧。部队名称、番号、指挥官姓名。我在那儿就待了1个月，记不清了。莫二狗同志，我可以提醒你，我们现在之所以还叫你同志，就是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你不要蒙混过关。我蒙混上来了。那我问你，你参加八路军的真实动机是什么？别的队伍太操蛋，只有八路是真正打鬼子的。只有这些吗？你从一支部队跳到另外一支部队，换得那么频繁，现在又加入了八路军，真的就是这么单纯的动机？我告诉你，记住了，老子投八路是为了帮白狼的人，老子的命是白银给的。你哥哥钱家浩加入保安队是什么时间？我不知道。你父亲去给日本人做走狗，做维师会的会长，又是什么时间呢？你去问他呀。是在你加入八路之前呢，还是之后？之后。你们一家的算盘打得挺如意嘛，在各个阵营里都安插了你们自己的人，将来不管哪一方胜利，你们都不会吃亏，对吧？你什么意思啊？我出来之前就跟他们闹翻了。在战场上，我亲眼看到我哥被打死。那么，请你实话实说，你最初帮八路的动机到底是什么？白狼，他是我见过最棒的爷们。我还以为八路军个个都是这样呢。英武同志，你的档案我认真的看，你跟他们那些人不一样。没什么不一样。我们现在暂时还把你列在可以被帮助的对象，你不要自绝于组织。谁代表组织？如果说是那种以党的名义乱按罪名折磨自己同志的，我不属于这样的组织。我警告你，你说的每句话都不会被记录下来，投入档案。我既然这么说了，就不怕你们记录下来。钱江林，你装的可怜也没有用。武工队里面，你的问题是最严重的。其他人好歹都是无产阶级的出身，可你呢？你们全家都是大汉奸，就你一个参加了八路军。我们现在怀疑你是八路军里面的内奸。你胡说！我们都是一起发过誓的，我们投八路就是为了打鬼子。我不跟你们抢，我要找白狼。哼。白狼的问题我们现在正在处理，他的事儿也不比你少。你们两个早晚会见面的，不过是在另外一个场合。小白菜，地里花，2、3岁没了
娘，走了亲娘，来了后娘，生个弟弟比我强。戏子，戏子，是你吗？